好，接着您多久没有跟妈妈好好的一起来聚聚谈谈话，甚至呢跟她一起来上节目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好，这美国民众感谢妈妈。如果说还没有方法的话，我们东森每周台特别推出的金头脑母亲节单元，邀请民众全家跟妈妈两个人一组报名来参赛，参加录影还可以拿最高$1,000奖金，并且在电视播出，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。从少林功夫到歌舞表演，美国华人迎接母亲节，各地都有精彩活动，要向妈妈献上祝福。这份想给妈妈最特别的心意，东森美洲台也听到了，特别联合南加州多所侨团，要举办金头脑母亲节特别单元来感谢妈妈。真的让我看到不一样的地方，有安排了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，像母亲节就有金头脑的活动，会跟中国大专母亲节的活动连结，这都是非常 exciting， 非让人感觉很振奋的事情。不只保留叫好又叫座的快问快答单元，鼓励华人与妈妈一起两两组队来参赛，金头脑更进一步简化问题，成为趣味生活的智慧王单元，外加估价王与抢钱王，不只帮助家庭和睦，更凝聚社区民众的感情，希望能够凝结校友的向心力，大家来一起完成一件工作，从这里面大家慢慢联络感情，那么朝着这个正面的方向前进，鼓励民众把握2015年，找妈妈一起来过个不一样的母亲节。金头脑母亲节特别节目，美西时间23号截止报名，26号展开节目录影，欢迎全美母子党与母女党踊跃报名，与妈妈一起享受天伦之乐。东森新闻叶宏志、李宗尧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